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将九池哈分成甲乙两个数了。假设甲数加 x 的话，那乙数就是九池减两个十。那甲数的六分之一就是六分之一 x 了。乙数的九分之一，九分之一，九十减 x， 它的和是等于十二了。那么它问甲数等于多少，就在求 x 了。那六分之一减九分之一嘛，就六分之一减九分之一 x 等于多少？等于十二减掉九分之九十就是十，十二减十。这是等于二，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，十八分之三减掉是一嘛 ，x 等于二，所以哈、哦、，x 等于多少呢？十八乘以二等于三十六，所以甲数哈、哦，它是等于三十六。